蜜姐，你觉得我刚才唱的还行吗？这么长的一段安静的时间，我是有多不行唱的？少管我，蜜姐，你没事吧？您的好友已下线。好友已下线，好，谢谢蜜姐，那掌声给石蜜姐。那我，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要讲客气，所以必须要回一句。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好，不要再唱了，再唱我可能要被打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周深杭州演唱会吸引了众多粉丝前来支持，然而最令人意外的亮点之一莫过于演唱会现场被周深特意点名互动的明星杨幂，两人的互动不仅点燃了现场氛围，也为粉丝们带来了一场别样的视听盛宴。演唱会现场，周深在表演过程中突然提到了杨幂，并且还不仅仅提了一次，这种互动在演唱会上并不常见，尤其是像周深这样两次提及杨幂，更是让人倍感惊喜。当被 Q 到的杨幂站起身来，面带微笑地与观众打招呼时，整个场馆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杨幂温柔地说道，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幂。这一声问候让现场观众倍感亲切。作为爱的供养的原唱者，杨幂与周深在现场互动时竟然被要求唱这首经典曲目，两人在舞台上的默契配合，尤其是周深对杨幂的多次 Q， 充分展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与合作默契。这一对唱片段不仅让观众惊叹于两人的歌唱实力，更是见证了他们关系的融洽。在互动环节中，周深更是直接刁难杨幂，要求他现场背诵歌曲歌词。面对周深的挑衅，杨幂毫不示弱，机智地回应道，少管我。这一瞬间的互动不仅让周深笑得前仰后合，还引发了全场观众的爆笑。而周深更是不甘示弱，反击了杨幂的经典梗，你没事吧。两人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真正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独特的默契与友谊。杨幂不仅仅是陪家人观看演唱会，更是化身为周深的新专辑宣传员。当被周深点名时，她毫不犹豫地在互动环节大声喊道，少管我。这句来自周深新专辑的同名歌曲台词，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而作为回应，周深现场清唱了几句爱的供养，让现场观众无不沉浸在他们的歌声中。从演唱会现场的互动可以看出，周深与杨幂之间不仅是好友，更是一种在舞台上彼此成就的默契关系。无论是杨幂现场背歌词，还是周深经典梗的反击，都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一场友谊的见证。值得一提的是，演唱会结束后，杨幂的生图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关注。相比于某些图偶只能坐在台下比心，杨幂的现场表现力和生图颜值无疑是碾压级别的。无论是从气场还是与周深的互动上，她都展现出了一个顶级女星应有的魅力。周深与杨幂的这场互动既是演唱会的亮点，也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两人的友谊不仅仅是圈内的模范，更是在舞台上互相成就的最佳示范。随着这场演唱会的成功落幕，周深和杨幂的友情将更加牢固，而他们的粉丝们也将在未来看到更多这样的精彩互动。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